昨天郑文灿市长有说，这一场选战已经变成三打一，就是张善政，然后那个就会变成三打一。然后你觉得又说他是那个郑文灿2.0，你怎么看？你说这个选战变成三打一啊？张善政、赖香伶跟郑宝清打他们。我觉得没有什么三打一不三打一的问题，问题在于民进党最近在论文事件上，在中介法事件上，都让我们的民众大失所望，所以我想民心的向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然后又说他是郑文灿2.0，是不是郑文灿自己也对他自己的施政没有信心？我觉得没有什么郑文灿2.0不2.0。我前面也讲过说，我觉得这次选举好像是郑文灿在选第三任一样，不是吗？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。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。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